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请大家继续来看《大乘无量寿经》第六品《法大誓愿》，我们上次呢讲到第25至27元，我们继续啊来讲这一段。首先将这一段经文啊先读一下。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顺乐，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自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以者，不取正觉。这一段经文呢是讲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他们来生不会堕三恶道。原因呢就是因为有闻到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所以十方众生闻我名字，就有这样的功德。因此名号的功德确实是不可思议。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不能够今生往生在未来总是会有机会往生，就是各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今日我们都知道是阿弥陀佛圣诞，我们上周呢在大殿念佛念了一个钟头，以此来回向，以此来报恩。要知道我们今生能够闻到阿弥陀佛名，是一件非常殊胜、稀有难得的事情。这个因缘确实不容易得到，但是很容易失去。我们在一起学经教， 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讲，每一天我们见面，每一次见面都应该作为最后一次来上，下一次还有没有都不知道。那我们今次呢就将会是定宏登台讲经最后一讲，以后呢
我就会隐居了。原因何在呢？阵间会同大家慢慢报告。今日呢，这个阿弥陀佛圣诞也是一个殊胜日子。又是年底了，我们从6月2号开讲到现在总共是7个月。今日上午下午两集，第49、第50集，亦都几圆满的数字。我们今天希望将第6品讲圆满，我们就简单地讲。以后呢，我们的经文会在摄影棚录制，定宏将来会静修，就不会再登高座讲经。为什么我稍后会跟大家报告？就是希望呢，大家珍惜每一次大家一起修学的因缘。能够闻到这个名号啊，不只是三生有幸，确实是8000万劫难遭遇。闻到名字，你一定有欢喜顺乐。为什么呢？因为闻名就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所以你会有欢喜心。有欢喜当然就容易相信，相信之后就好乐意依教奉行，亦即是你有发愿希望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你会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这个是你确确实实用功在修行，而且是修菩萨行，修种种的善，不为自己，不为自己的名闻利养，亦不为未来的果报，只是为了众生，这个才是菩萨行，这个心才是清净。还有一念自己夹杂在里面，自私自利没有放下，这个心就不清净，那就不是叫做修菩萨行，充其量是修善行。善行当然有善报，你会得未来六道里面的人天福报，但是呢出不到六道，而且你得到诸天世人莫不致敬，因为你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因为你修菩萨行，心心念念为了众生着想，所以大家会尊敬你，你是大家的榜样，不只是人尊敬，连天人都会尊敬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修持连天人都比不上，你能够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所以天人都自愧不如，所以他会尊敬你。但是问题是往生不到，原因何在呢？这部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未学到第24品，又讲到三辈往生都要有同一个条件，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你可能有一向专念，
你亦都修菩萨行，但是未必有真正发菩提心。菩提心没有发出来，往生极乐世界呢就没办法。咁藕益大师讲话，真信切愿求生净土嘅心，就系、是、无上菩提心。咁呢啲众生遇到呢个法门啦，虽然修行，但系佢嘅信佢嘅愿仲系唔够真，唔够切。虽然亦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但是他 自身有障碍，这个加持就不圆满，因此他就往生不到。问什么原因往生不到呢？就是因为他的信心还不够坚固，愿力不够大。他有怀疑，有怀疑信心呢就夹杂，不信，不清净。这个怀疑很可怕，是菩萨最大的障碍。这些人都是菩萨，修菩萨行的，小菩萨，不是发身大菩萨，所以他们有怀疑。对这个法门还有怀疑，究竟有没有这么殊胜？我能够一念相应就能够一念成佛，念念相应就念念成佛，有没有这么殊胜的法门？成佛乜咁容易？他对这个有问号。一往生到极乐世界，我即使以前我做了很多罪业，唔通都能够咁顺利往生咩？阿弥陀佛都会接我咁嘅人咩？佢有好多嘅问号，信心嘛就唔够坚定，信心唔坚定啦，佢一向专念功夫就一定唔够好啦，被破坏。还有他的愿又不够纯，不够真切。换句话来讲，他对这个世界还是有些放不下。放不下什么呢？凡人放不下的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五欲是什么？财色名食睡。这些还有放下。这个对于烦恼，对于人事上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还在挂心，不能够全然放下，这些是凡情。凡情放不下，当然往生不了。咁呢啲修行人可能佢连凡情都放下，但係呢佢仲有一样放唔下，做好事呀，度众生呢个放唔下。我自己諗下，我以前就係咁样嘅人，仲有一啲念头想喺呢个世界有所作为，这个放不下亦都是障碍，你的愿还是不够真切。即使你是修的菩萨行，发愿生生世世来度众生，问题是你未真正断见思烦恼，你未出到六道外面，你再回来你就会迷。
连阿罗汉翻嚟都会迷啊！阿罗汉点解唔敢翻嚟六道嚟度众生啊？就系惊自己迷啊，惊自己迷咗就会做恶业。连菩萨尚且有隔音唔知迷啊！一轮回一投胎，佢就唔记得前生事啊！所以世世常行菩萨道啊！我哋发个愿啊，愿系好啊。问题我哋唔系呢个境界。几时你先能够世世常行菩萨道呢？你真正不迷啦，咁你先可以。点几时先不迷啊？你要啊，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成为法身大事啦，你先叫不迷。如果不是你六道太危险了。所以我自己啊学了这些经教，我自己得着是最多。真正帮我自己放下。经教的深入确确实实重要。然后你先知道你的菩提心真不真信不信。心无挂碍要真干先得，唔系得把口讲下。咁呢啲菩萨亦都好难得嘅人闻到阿弥陀佛名字，佢就要去修菩萨行若闻我名寿终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你睇下，闻名得福。名号就会加持我哋，使到我哋得福报。我哋寿终之后咧，会生到尊贵家。尊贵家前面我哋讲过，唔系话大富大贵，系讲咩咧？这个家庭里边嘅家人，个个有德行，个个都系学佛。你有这种殊胜的因缘接触佛法。所以他们生到这个家庭里面，那都是有善根感应。而且诸根无缺，就是身体很健全，不会有残疾不会有那些先天不良的这些状况。他根性好离不糊涂不颠倒不会说精神病那类人很正常。这个是讲文明得的福报。得的福报呢只是在人天享受。咁呢个福报比起前面闻名往生就差咗好多啦。往生极乐世界嗰个福比起呢个生尊贵家嘅福报要大得多。咁我哋自己諗下自己呢，其实都系呢种人。过去生中闻到阿弥陀佛名，亦都好欢喜信乐，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啊！你呢一生又遇到佛法前一生往生唔到，呢一生肯唔肯一切放下求生净土呢？定还是再嚟过，又嚟一个生尊贵家？依家我哋处喺末法时期即使你生尊贵家，问题佛法越来越衰末到时冇尊贵家俾你生啦，那个就危险啦。常修殊胜梵行，
这个就是尊贵家人的表现。梵行就是清净行，离欲的行，离开财色名食睡这些欲望。咁你能够咁样修梵行，又能够接出佛法，当然即使迷咗啦，好快会觉悟。但係觉悟嘅时间啊，至少你都係耽误咗20年。就算你好有福报，你要学佛都要生到20岁你先学得到佛啦。20岁之前基本上是懵懵懂懂的。20岁之后啦，慢慢你先对人生对宇宙有一啲深入嘅思考。咁你先能够选择。我自己諗下，我就係咁嘅人。我係19岁接触佛法，然后开始学。我想我肯定不是这一生才开始学的，也不是这一生才开始接触净土。问题是生生世世搞都搞不出去，还在搞六道轮回。这个就要我们自己觉醒。这一生真正觉悟了，要发愿这一生我们就做一个了决，决断要出离三界，咁先不虚此行啊！你先能够为大众做好样子，你先能够有呢个能力，逐佛为命，宏法利生。自己仲尚喺迷中，仲糊里糊涂，你点样去帮助别人觉悟呢？所以我自己因为要应付12月21号这个大家都害怕的这个灾难，我们就一心求生净土。当时就在关房里面念佛，念了6日。希望能够学大势至菩萨，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而且希望现前见佛，见到佛了就早点走。除非阿弥陀佛说你还有使命要留下来，那你要加持我，要我开悟，咁我先能够宏法利生。结果呢，念咗几日之后佛冇见到。见到自己一身嘅毛病。知道自己有咩过错。咩过错啊？心浮气躁。冇界定位嘅功夫，唔老实年青学业事业都求快求速度讲究所谓嘅效率嘛所以咩嘢都要选捷径，咩嘢都要快速成就。世间法可能会你有啲成就，但系攞呢种心态嚟学佛咧，就完全就错误。呢种心态就背离佛法。所以无论你多勇猛、多精进，到最后可能会越嚟越远。所以学佛人一定要老实，要肯做顿功夫，
能够将心定下来，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初学的人要远离诱惑，远离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安住寂静，死心塌地去念这句佛号，你才有可能这一生得三昧。你能够这样去修，才能够表现出你说你是真的，你的菩提心不是假的，不是得把口的，要拿出行动，没有行动的那就是假的。所以即使我们出家目的是发愿来逐佛为名宏法利生，但是一定要有所成就才行。古时候宏法利生是什么人？开悟的人，自己的生死已经了了，然后来帮助大家来了生死，自己还在生死轮回当中你说你帮助别人，那个搭把口没效果，就好像你自己不懂游泳，见到有人落了水在那喊救命，你跳下去一起死。你真正想救人先要学游水以后有机会就会能救到人所以这个是自古以来祖师大德的这种做法但是这件事在现在来讲也是非常之困难。如果说一定要等到有开悟的人才出来弘法，我们可能等不到，没有这些人，可能佛法呢在我们这一代手上就灭绝了。所以这件事确实很难，出来弘法又难，你没有这个资格，不出来弘法好好修佛法又要衰末，众生就很苦你又不忍心那怎么办呢？出来一定要出，一定要弘法，但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这个斤两懂得分寸净空老法师为我们示现的，他在摄影棚里面讲经，他不出来讲越到年纪老的时候功夫就越熟现在一日四个钟头在摄影棚就对着摄影机讲台下呢得几个听众这个都是为我们年轻人做好的榜样在末法时期叫做法弱魔强的时代确实不适合大规模对外对公众来弘法一个会伤害你自己，你自己道业未成就你就出来了，碰到的都是名闻利养人家的恭敬赞叹顶礼掌声，你是菩萨没问题，你是凡夫你受不了你一定会起心动念，你一定会起共高我慢，觉得自己是了不起了。哇，你看我讲经这么多人听到有这么多粉丝用现在的说话讲粉丝一起这个念头就堕落了，自己见思烦恼一品都未断你就起贪嗔痴慢
而且在佛法里面执着名闻利养，将来一定是三途。你讲经一定会讲错，因为你的烦恼起现形了。古人有一个公案，错下一个字转语堕五百世野狐身，讲错一个字啊，要堕畜生道五百世做野狐狸啊。咁如果你讲嘅错几句，咁就麻烦啦，可能都要堕地狱啊。呢个系伤害人嘅法身为名啊。所以末法时期想自己要保住自己的清净心，唯有是什么呢？安住寂静。不要觉得说这个是小乘做治疗汉，不是治疗汉。我们发的是大菩提心，希望逐佛为名，但是现在佛法非常衰弱。我哋唔可能话会一下子跳到隋唐时候咁嘅兴旺，佛法已经几乎断啦。寺院系好多，法会好热闹，有几个系真修行呢？几个能够放得下呢？几个能够了脱生死呢？几个能够往生净土呢？拉埋冇几个啊！这个就是佛法衰弱的表现。法衰弱了，魔就会强了。这个时候你出来的话，魔就一定会来扰断你。魔有内有外。内的魔是什么呢？你自己的烦恼、习气、起现形，这个就是魔。烦恼魔。五阴魔。受不了第二个呢是外面的这些所谓天魔天魔波旬他看见你宏法利生，他不忿气他一定是障碍你好像净空老法师讲经的时候，有一次遇到魔王波旬附体有一个人是附体，是魔王波旬跟我们净空老法师讲话，你为什么要侵占我的道场？老法师说，我一生都没有侵占人家的道场，我自己都没有道场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波旬说，那个网路就是我的道场，电视就是我的道场，你未通知我就侵占我的道场，然后你才知道整个世界的人都在魔掌里面。谁不看网络？谁不看电视？那就在魔掌控制之下。我们用这个工具来宏法利生，那就当然是侵占魔道场所以他不服气他一定是障碍，更何况话你仲对大庭广众讲经咁一定魔系受不了魔受不了佢就用种种手段嚟破坏你所以喺呢个时代，连佛菩萨都要低头越低调越好免至有妒忌障碍。所以因为这种思虑我念佛也都觉得确确实实自己未成就现在因缘又未具足应该好好安住自己修行。咁宏法嘅事情呢，我哋可以通过网络我哋喺录影棚录制咗之后光碟可以俾大家参考但是呢
我明年元旦開始呢，我就不會再跟大家見面了，亦都是為大家做一個樣子，在末世修行一定要靜得下來，千祈不要搞熱鬧，在佛法裡面你的心不靜得下來，你怎可能有戒定慧呢？你想往生啊，好難啊，你的心要清靜，心靜則佛土靜。喜歡搞熱鬧的人就是放不下，放不下的人往生不到，要能夠靜得落心，能夠咬得住牙關来忍受这些清苦，这些寂寞，在佛法里面得到味道。等你得到法味了，你真的不想去搞热闹。所谓世味何有法味浓，法味那个味道浓，我哋未上到啊，上到之后啊，要你出嚟你都唔肯出嚟。当年藕益大师讲经嗰时，佢系对几个人讲啊？对三五个人讲，真正系佢嘅弟子，发心跟住佢嘅，对几个人讲，然后写书，传世。所以《阿弥陀经要解》，我哋睇下。千百年都一路在学习他的这个注解，可以流传到九千年之后，这个是真正宏法利生的圆满的方式，不要求现在出名，求死了之后出名，彻底将名闻利养放下，亦都为这个世界大众做一个榜样，不肯舍，不肯放下，那个佛法大海入不到去。所以我写了一封敬告香港圆明寺听经同修书，等于同大家做个交代，点解我依家谂住闭门清修，唔对众讲经，大家真正想听咧，可以喺网上听，学习可以唔间断，可以听光碟，嗰啲光碟以前无量寿经我哋都讲过，光碟我相信大家都有啦，播经机亦有啦。学习的资料够晒啦，真正用功的人他自己在家就得啦。学刘素云老师，十年不出门，一部经一句佛号，真觉你一定得念佛三昧。大家如果真正是这样做，那就不枉我们七个月一起共修的恩怨。我们将来莲池海会，可以同生极乐国，因为这一次我们的告别谁都不知道，有可能是永别，我们按照这生来讲，如果你不往生呢，我将来往生呢，我可以看到你，你看不到我所以自己要珍惜这种恩怨，要把握机会，要知道闻到净土这个因缘相当相当不容易，有七个月闻经教已经是很大福报，真正用功你一定会成就，你已经有学习资料，亦都知道该怎样念佛了，该怎样去修行了，得了。古人有讲话，老师带入门了，修行要靠个人，老师带进门，
修行靠个人嘛。你如果不是真修，日日见面，我跟你讲都没用。学佛修行不是靠人去督促的。要人拿着条鞭在后面抽你，那些人成就不到的。要自己行那条路。各人的生死各人了。各人吃饭各人饱。都是自己要去修行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最后一座。上午下午讲完之后，以后这个讲座我们移到网上，还是每个礼拜，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9点，在无量寿经专修网。我就只是对摄影机讲，但是我会观赏。我稍后呢，请大家呢坐在这里，我阿仁拍个相，将大家的相拍下来，我讲经的时候放在前面，就好像对着大家讲一样。咁呢封信呢，我请我哋义工同修复印俾大家，大家可以有兴趣嘅可以攞一张返去睇下。呢个係我同大家嘅一个告白。好，我哋就睇经文第28愿。觉无不善愿。29呢是诸正定罪愿。30呢是乐如漏尽愿。31不贪计身愿。我们读经文。我作佛时，各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罪，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计身者，不取正觉。原文讲话，国中无不善名，就是国无不善愿。极乐世界连恶道之名都无，何况有实呢？咁极乐世界，我哋都会睇到阿弥陀经上讲嘅，有雀仔，有呢啲鹦鹉呢啲嘉陵平骑呢啲咁嘅奇鸟奇禽珍禽，嗰啲唔系沙漠道，嗰啲都系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喧流变化所作。所以那个极乐世界确实是殊胜，不会再有堕三恶道的问题。因为没有三恶道的因，所以就不会有三恶道的果。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有三恶道？因为有三恶道的因。什么因？贪嗔痴。贪心会感应饿鬼道，嗔畏心会感应地狱道，愚痴就感应畜生道。所以我们想要断三恶道的果，要在因上断，将贪嗔痴彻底放下。这个贪什么都不可以贪，世间名利不可以贪，财色不可以贪，享受不可以贪，连佛法都不可以贪，一门深入，长时分修，
这个是你成功的秘诀。你学得太多了，不要说多了两门你就不能成就。我这句话摆下来，你自己不信你试一试。你试下两门一起学，脚踏两只船，你肯定不成就，到时要跌落个水。在这个末世修行，唯有一门。哪一门最好啊？净土法门最好。临走我跟大家讲的是真实说话。净土法门万修万人去，其他法门靠自力成就太难。靠他力靠佛力容易，所以这个叫易行道。易行道你都要说拿出全副精神，一心一意一门深入，那你才有可能成功。出三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贪嗔痴放得干干净净，一无所求，连佛法都不求了，世法当然要放下，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呢？金刚经里面提醒我们，那其他法门几时学啊？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再学都不迟啊，那时学就快了。每日可以供养十万亿佛，一尊佛教你一个法门，你一日就学十万亿个法门啊！你急乜嘢呢？依家你先往生啊，往生之后就万事大吉啦！眼光要长远一啲，唔好急，急功近利啊！呢个冇可能成就啊！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罪。这个是住正定罪缘。什么叫定罪呢？罪是类的意思，一类一类人。这类人是正定那类。咁经文里面有讲到，有邪定罪，有不定罪，有正定罪。邪定罪呢，係条路行邪咗。你定喺嗰度，一定最后落三恶道。所谓邪教。第二种係不定罪。就是这种人呢，个心未定，法门又未定得落嚟。这种人好多，特别在佛门里面讲的。喜欢跑道场，接触好多好多法师，看好多好多经典，这个又听下，那个又听下，都觉得几有兴趣。一生就在寻寻觅觅，在这个寻找一个自己能够修行的法门，到最后未寻找到，可能命就没了。这种人是不定罪，出不到六道轮回。正定罪是什么人呢？个心定在一个法门上，不再动摇。真正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方向极乐世界。专念阿弥陀佛，专念无量寿经，依这个无量寿经来修行。那你这一生就得不退转啊。你往生极乐世界就证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是得无生法忍啊。所以这种人
决定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决定了脱生死轮，这叫做正定罪。要知道往生极乐世界成为阿惟余之菩萨了，当然是正定罪，就是你不退了，阿惟余之叫做不退转，不单止是不会退到六道里面，亦不会退到小乘，连念头念都不退，念不退，念不退是什么呢？心心念念回归自性，每一日都是发生增长，到最后究竟成佛。我们这些凡夫一品的烦恼都没有断，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自己是凡夫，不是菩萨再来，千万不要自己错会了自己，哇，我可能是菩萨再来的，不是啊，菩萨再来会有神通，有天眼通，有天耳通，有宿命通，自己知道自己来历，自己知道自己的使命，他不会迷啊！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通都没有啊！十足的凡夫啊！只是希望这一生平平安安过到往生极乐世界，一往生就正不退转，阿惟余之菩萨，你就五眼六通 一时具备，这个是不可思议，这个完全是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将我们从凡夫地位一下提升到阿惟余之菩萨，唯有净土法门才敢殊胜。而更令我们震惊的是这个法门的殊胜，不单只是对你往生之后说，你现在未往生还在这个世间，虽然还是凡人，但是善道大师又开始说，你现生都能够得不退，这个是诸佛的密意，没几多人知道，其实经常讲得很清楚，只是我们呢粗心大意，读经不仔细，随口念过，没有体会到，阿弥陀经大家都读过很熟了，是不是上面有一句这样的说话呢？说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罪住于正定之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无量寿经常讲，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弥陀经常讲呢，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讲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及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相信这些经文大家很熟，里面讲到话，已发愿的，已发愿呢，当然他会往生，他得到阿弥陀佛加持，虽然依家仲未往生，亦都正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在成佛道路上不退转，已发愿。今发愿的呢，亦是一样，
啊，以前未发愿，我今日发愿，依家发愿求生净土，依家就净得不退转。依家未能够发愿咧，当来发愿亦可以净得不退转，只要你闻到呢部经，呢个利益啊，真系我哋觉得啊，非常震惊啊！闻名就可以得不退啊，唔使你去修啊，就闻就得啦。所以呢部经要多闻啊！啊！闻嘅次数越多越好啊！阿弥陀佛念得越多越好啊！你真正不退转啊！你就系若已生若当生啊！你唔系已生，你仲未生到极乐世界，但系你若当生啊，将来会往生啊！啊！闻是经受持者及闻诸佛名，就系、是、阿弥陀佛名。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这个事实跟大家已经讲得很清楚，问问就由得你自己了，回到去你真的要多听经。为什么刘素云老师可以这么短的时间可以证得念佛三昧？因为他听经听得多，一日问十次啊，十个钟头啊，所以啊，诸佛嘅护念啊，不间断啊，佢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种人就系住于正定之罪啊，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下面。讲乐如漏尽愿啊，经文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永离一切的热恼啊，恼是烦恼，烦恼的性质是热性的啊。你睇一个人一有情绪啦，一发脾气啦。啊！就成面都通红嘅，啊，成身都发热嘅，头脑发热啊！呢、这个就系叫做热怒啊！所有烦恼都放下啦，就叫做永离热怒，嗰、那个心得清凉，得到自在啦。呢、这个就叫做极乐啊！极乐唔系话啊，你想食咩就有得食。啊！想去瞓觉就可以瞓，嗰、那个五欲嘅享受唔系清凉，啊，嗰种系麻醉式嘅享受，啊，好似吸毒一样，毒瘾一起嚟嘅时候，哇，一定要去吸毒，啊，吸完毒啦，先觉得好啲，啊，越吸嗰、那个将来烦恼就越重啊。啊！呢、这个唔系正道啊！永离热恼，心得清凉啊！将呢个毒戒咗啦，咁你就得清凉啦。啊，即呢、这个极乐世界叫做清凉地啊！啊，清凉池啊！啊，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比丘。啊！断咗见思烦恼，叫做漏尽。漏系烦恼嘅代名词。啊，漏尽通得到咗之后，啊，六根接触六尘嘅境界，就唔会起烦恼。啊，唔起烦恼就会起智慧。智慧系自性中本有。所以六祖慧能见到五祖，第一句就话：弟子心中常生智慧。我哋睇到之后好羡慕，24岁一个年轻人，竟然常生智慧，
啊，点解佢常生智慧啊？因为佢冇烦恼。六根接触外边六尘境界，佢不迷。啊，佢唔起分别，唔起执着，唔会起贪嗔痴，所以佢就常生智慧啊！自性中嘅智慧就自然流露。啊，呢个系大乘嘅法乐啊！啊，所受嘅快乐啊，呢啲我哋凡人冇办法体会啊。所谓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你冇饮过嗰个水，你唔知道嗰个水嘅温度。啊，呢种发起世间嘅嗰啲所谓快乐，系比唔上一万分之一。啊，呢啲我相信真正用功嘅人，啊，你尝到一啲发起，你就会知道。啊，你唔会再啊。同世间人嗰种追求五欲嘅享受啊，呢啲你会好乐意将佢全部放下啊，你会安住寂静。若起想念贪计身者，不取正觉。呢个系不贪计身缘啊，喺极乐世界嘅人。什么念头都没有，真是心地清净，没有念头了，你才会有极乐。你有念头一定会有分别，有执着。极乐不会存在在你的分别执着里面。世间人有分别有执着，他得到所谓的乐是相对的乐啊，有苦就会有乐，这个是相对的啊。譬如说你肚饿了，哎，有人给一个汉堡包给你吃，哇，你会觉得吃了之后啊，我肚好踏实啊，好舒服，这个是离开了苦之后暂时的乐啊，欲乐啊，佢唔系真乐，佢会失去。冇几耐你会肚饿啦，肚饿时又开始苦啦。啊，佢亦都唔可以啊，永远保持。啊，依家叫你食一个汉堡包，你会快乐；依家叫你食十个汉堡包，哇，你觉得苦啦，比饿肚嗰时仲苦。啊，如果系真乐嘅话，永远做落去，咁啊越嚟越快乐先啱啦。你不会啊，吃到咁上下就开始苦啦，而且越来越苦，那个苦不会变成乐。所以那个极乐啊，真乐啊，在世间找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分别有执着，你就在世间。离开分别执着，你就出世间。你就在极乐世界里面。所以极乐修行的菩萨个个都是念佛，正念相继。若起念头贪计身者，不取正觉。阿弥陀佛，他不会成佛。亦即是说极乐世界现在成就的是所有菩萨都得到清净心一个念头都没有。永远安住于念佛三昧当中。这里特别提出贪计身者，这个是最主要对我们这个世界凡夫来讲，我们最大的烦恼就是身见。见思烦恼第一个见惑，第一类就是身见，执着这个身体是我。所有的这些恶业都是由这种执着引起的，这个就是自私自利，执着这个身体是自己，放不下，不肯舍去，不肯舍己为人，
啊，所以就一路造业咯。啊，后果咧就系六道轮回。所以个原因就系身结。啊，依家好多所谓嘅养生之道啊，其实系咩咧？都是帮你增长身健啊！啊，咩练气功啊？啊，谂住呢个身体里边啊，咩气血流通啊？啊，喺世间嚟讲咧，呢啲唔系坏事啊，健康嘛，当然系好事。但系用出世间嘅标准嚟睇，呢啲就叫身健啊。所以真正学佛人啊，将呢啲都要放下。不要成日为这个身做打算啊，吃些什么啊，不要那么讲究啊，用的东西啊，住的地方啊，都要尽量的清苦一点啊，将身见啊放淡一点，不要那么执着它啊。我鼓励同修都是看破放下，一下你做不到啊，看破不到你先啊看淡啊，睇淡啲啊，放下放不到呢先放松一啲啊，唔好咁執着得咁紧张啊，这个身体有病有痛，哎呀唔好咁紧张啊，念佛第一。念佛是医疗自己身体疾病最好的方法。阿弥陀佛叫做无上医王啊，你要相信他啊。无上医王都不相信，相信世间的医生，你都叫做本末倒置啊。所以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要求那些学生，有病有痛不要看医生，在家读无量寿经。一日读十次，读到好为止，啊，帮你消业障啊！你睇经常讲话，闻是经受持者，及闻诸佛名者，就得十方诸佛护念啊！十方诸佛护念你，你嗰啲小病小痛啊，好容易搞掂噶。你唔肯相信，你自己障碍自己。啊！十方诸佛想护念你，想加持你，你又故意障碍啊！好似外边系阳光普照啊，我哋出去咧唔肯接受阳光普照啊，打把遮遮住自己，唔系阳光唔照你啊，系你自己唔接受啊！嗰把遮系咩啊？嗰把遮系你嘅怀疑，你唔相信，你唔肯接受。啊，咁诸佛都冇办法啦，佢唔会勉强你。啊，所以古人真正修行啊，凡系有病有痛，唔会去谂住点样医，啊，就一心待死，念佛求生净土。啊，你如果真有寿命，佢自然会好。啊！你咁样念佛会消业障啊！念佛自成念啊，一句佛号就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怕就系你唔肯自成啊，又想往生，又想身体好啲、长寿啲，呢、这个就系夹杂放唔下啊！今次我二十一号闭关念佛的时候，我就想着往生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不想再将这个身体要不要都无所谓啊。阿弥陀佛来了啊，他见到我应该走，他会来啊。如果他没来，那我们就继续留在这里，那么继续念啊，有缘就帮助大家觉悟啊！但是自己修行往生放在第一位。啊，寿命真的要尽的时候，阿弥陀佛他一定来啊！
有咩疑虑咧？有咩担心咧？啊，咁你嘅身体一定会好。点解咧？十方诸佛嚟护念你啊嘛。呢个身体就俾诸佛嚟保养啦，唔使自己保养啊。所以依家我每日朝早啊，喺我嘅精舍嗰度，嗰边系山啊，空气好好啊。朝早起床啊，绕佛啊，快走行路啊，一个半钟头啊，攞住计数器啊，用十念佛啊，念十句，揿下计数器啊。呢、这个计数器，大家如果方便可以啊。自己准备一个，那个非常好，啊，就是帮助你念佛，促进你，提醒你，啊，一个半钟头行落嚟，啊，身体微微出汗，啊，这个身体自然气血流通啊，啊，念佛顺带就保养身体啦，啊，唔使去特登保养，啊，最紧要嘅保养系心清净。心清净，身体就冇病。啊，心如果唔清净，身体就会有麻烦，啊，就有好多病痛。啊，所以唔好起嗰啲啊执着身体嘅想啊呢啲妄想。啊，喺境界里边要放下分别执着。啊，呢啲都系烦恼。啊！遇到顺境唔好生欢喜心，遇到逆境唔好生憎恨心。啊！逆来顺受，个心里边就系念阿弥陀佛。啊！喺境界里边就念呢一种真心。啊！不忘生，不忘失啊！正念。正念就是这句佛号，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它，这种就是念佛三昧。好，我们就看下面呢，啊，经文是32到34页。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佛秘要，说经行道，语如钟声，若不耳者，不取正觉。呢度第32愿系那罗延伸愿，啊，经文讲话生到极乐世界嘅众生，善根都无量，啊，善根包括世间嘅善根，同埋出世间嘅善根，啊，世间善根系无贪、无嗔。无痴，啊，极乐世界的人都没有，啊，那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就将贪嗔痴压服住了，啊，不一定放真的断，啊，你服得住它，你就等同于在极乐世界一样，啊，你会很快气，啊，用什么来压这个贪嗔痴呢？就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这个佛号要念得熟，念得熟那就有力了，啊，念得太生疏啊，不够力啊，个贪嗔痴力量大啊，因为那个很熟啊，啊，成世人就打贪嗔痴打到惯晒了，啊，一遇到不顺心就发脾气，啊，一见到好的就想贪，
这个是好习惯，所以力量好强。现在呢生疏的阿弥陀佛要变成熟的，越熟越好。原先熟的那些贪嗔痴呢要生疏它。所以古人说修行啊，无非就是熟处转生，生处转熟。这句阿弥陀佛要狠落心来去念它，拿出时间去念它，每日最好有定课。你不重视这个工作，疏忽它，它就没力量。所以这个三善根，咁出世间的善根是什么呢？一个善根就是精进，这个菩萨善根。菩萨已经断了贪嗔痴了，所以他无所谓三善根了，这个当然是圆满了，他就是精进。向什么精进呢？向成佛精进。精就是专精，一门叫精，进是进步，所谓一门深入。咁我哋依家修净土法门，一门深入，其他乜嘢都放下，世法放下，出世间佛法都放下，乜嘢都唔搞啦，就系呢句佛号。这句佛号可以帮你了生死，其他都不可能。我这里不是说贬斥其他法门，其他法门太好了，问题是我们的根性不够。禅宗是好，接引上上根人，问题是你是不是上上根？但是六祖听金刚经听到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大彻大悟了。我哋咧听咗之后可能仲系懵懵懂懂，我哋根性唔够，唔系法门唔好，法门好似药一样，我哋嘅病嗰啲药医唔到我哋啦。人哋古人嘅病好轻啊，攞啲药点下就得啦。我哋嘅病太重啦，所谓业障深重。古时候的药方都没办法了，要用一个最有力度的药方，就是净土法门，它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我们现在自己都要合作，我们一心向佛，一心念佛，跟阿弥陀佛的愿力呢就感应道交。你自己不是一条心向着阿弥陀佛，感应不上要靠义力法门所以善根无量是什么？哪种人是善根无量？从朝到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什么说话都不说安住直直他不喜欢跟我们聊天更加不会看电视，不会搞娱乐他就是纯一句佛号，人家觉得他痴痴呆呆，他是善根无量三善根圆满了，他无贪无嗔无痴，一句佛号他怎会有贪嗔痴呢？出世间善根亦圆满了，纯一精进，纯到无可能再纯，就一句佛号学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正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假方便不需要借助其他法门，就是这句佛号自自然然心开心开就开悟了，正果了，成佛了所以我回去我就搞这件事了其他 都要放下。讲经说法未开悟之前，充其量是附带，
唔系主受。啊，主修嘅就系自己求念佛三昧，啊，早日往生，成愿再嚟啦，你系阿赖耶劫菩萨啦，呢、这个时候系你宏法利生、大展宏图嘅时候啦，啊，依家唔系时候，自己要知道自己，啊，你真正愿心好真切，啊。你念佛一定是很落力，真正将你烦恼念断了、啊、你往生见到阿弥陀佛，你是十部庄严土、啊啊、十部庄严土是什么呢？不是说极乐世界在西方，极乐世界就在眼前，这个是十部庄严土、啊，念念都不离开阿弥陀佛啦，你见到佢呀、啊、真係忆佛念佛，现前见佛、啊、时时刻刻可以见到佛，唔单止见阿弥陀佛，见十方诸佛如来、啊、见十方一切世界一切众生、啊、而且你有能力帮助佢。真正愿强啊，愿切你这个父母所生的身体啊，还没用完啊，还有寿命，你去了之后再回来都可以。所以再来人啊，就用回你这个身体来度众生，一样可以得下啊。但是这种人啊，一定是你他自己要愿力很强才行啊。一般人呢都是临终时见佛啊，现前见佛的少啊，好像慧远大师就现前见佛啊，一生见过三次阿弥陀佛啊，莲池海会啊，这些是可以做到啊。咁往生之后，皆得金刚那罗延生坚固之力，金刚那罗延。是金刚神的名号，在密宗里面他是菩萨，金刚又叫金刚沙陀，金刚首菩萨，即是我们显宗的普贤菩萨，所以他在密宗里面现这种神的身、啊、具有威猛相、啊、其实他就是佛、啊、现威猛金刚相的佛、啊、是普贤菩萨、啊、这个普贤菩萨是什么？是、啊、从果向因的普贤、啊、已经成佛了，道驾慈航回来住菩萨位、啊、金刚也是代表表凡啊，表咩呢？表智慧。啊，因为金刚是最坚硬的物质。啊，它是代表智慧。啊，智慧啊，非常之坚利。犹如金刚。啊，可以破一切的烦恼。啊、所以这里讲话坚固之力、啊、一切烦恼一切境界都动摇不到他的道心、啊、他的菩提心。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来到他方世界，来到我们娑婆世界示现、啊、同众生和光同尘、啊、在不在一起、啊、食住行在一起、啊、甚至众生做恶业他就跟着做恶业、啊、行信众生、啊、行信众生、欸、他不会迷、啊、他用这种方式来接引众生来度众生、啊、这个就是靠金刚智慧、啊啊、在这个五族恶世里面他都可以不迷、啊、
凡人做唔到啊！啊，凡人好似我哋咁咧，要远离先得。啊，名闻利养要远离。啊，五欲六尘嘅享受要远离。你如果喺里边啊，你肯定唔得。啊，我自己肯定唔得。啊，大家唔知道有冇啊，正得金刚智慧嘅菩萨啊？你得你就自己试下。啊，但系你唔系菩萨，你千祈唔好试。一试你肯定堕落。啊！将来三恶道啊，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唔系菩萨就试不得啊！啊，想试啊，去咗极乐世界之后，翻嚟再试都唔迟。依家咧就要努力求往生。啊，经文又讲身顶啊。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啊，头先嗰愿系那罗延伸愿，啊，呢一愿咧系光明慧辩愿。极乐世界嘅菩萨头顶啊都有圆光，啊，好似我哋睇到佛像画嗰啲佛像，诶，头顶都有一个圆嘅光明。身上又有身光，啊，咁呢啲光明好明亮，啊，好洁净，啊，可以照耀得好远。咁光有啊，常光有放光，啊，常光咧系佢冇呢个发心去放光，啊，自然带有嘅。如果是为了度众生，啊，他要，啊，发起这个心来放光呢，那这个光可以很远。啊，这些都是，啊，阿弥陀佛加持。啊，这个光明来自于自性。啊，是阿弥陀佛的自性，也是我们自己的自性。啊，那光明就代表智慧。啊，所以极乐世界的人，啊，智慧成就了，成就一切智慧。这个智慧是发生的真实智慧。啊，那有智慧了，在度众生起用来讲呢，就是获得无边辩才。智慧是体，辩才是用，啊，遇到众生你就知道如何善巧说法，啊，众生应该听什么法你就能够跟他讲什么法，你知道众生的根性，知道他生生世世的来历，啊，他过去修什么法门，哎，他心里面有什么想法你全部都知道，啊，好像一个高明的医生对于病人的疾病啊，啊，了如指掌，所以他开出的药方啊，就对症下药，啊，一病就将个病一药啊就可以将病医好了，啊，药到病除，啊，咁极乐世界的菩萨翻到嚟娑婆世界。救度众生就有这个本事，啊，讲经说法去契理契机，啊，契理是符合事实真相，没讲错，啊，契机呢是众生听了之后他有受用，他能够开悟，这个就是辩才，啊，啊，所以我哋想弘法利生，谂谂下用咩方式最快速好呢，仲系先去极乐世界。啊，去咗极乐世界翻嚟啦，呢件事就容易啦，自然就知道点样去讲经说法。啊，唔单止系上台讲经啊，随时随地对每一个人，啊，可以随缘开示。
能够使到佢明白，佢能够开悟。所以下面讲话善谈法要缘。经文讲话善谈诸法必要，说经行道与于众生。这个是往生之后的人，他有这个本事。诸法就是一切佛法，显密宗教，他都通达都明白，没有任何障碍，所以他能够善谈诸法的必要，随缘说法，不会着任何文字上，讲的都是要紧之处，秘是深密秘密的这个密义，要是紧要的地方，没有真正修持没有智慧的人，他讲经说法呢，讲到一大篇，讲到枝叶，没有讲到根本，每句话讲的都是不紧要的话，所以这个就不得了。真正是有智慧的人，一下看到问题的本质，看到你的根性，一句话点下去，当下就开悟。这个是善谈必要啊！没有这个本事啊，讲经啊，好辛苦都未必有用。咁我哋咧就唔可以讲经啦，净空老法师要我哋讲一讲注解，古人嘅注解，古人系开悟嘅人，佢善谈诸法必要，我哋谈出嚟咧，讲佢嘅必要就得啦嘛，咁仲尚可，唔可以自己用自己意思嚟讲，用自己意思讲都讲错晒，唔系如来真实意，自己都未开悟。咁说经行道语如钟声，这个声音好像钟声一样，比如咩呢，震破黑暗，昏迷，使到人觉醒，使到人动悟，发出善心，发出菩提心。咁呢个系第34愿。依家呢时间到啦，我哋就上午先讲到呢度，多谢大家。